等于是最矮的应该是钱肯尼，将近有190了，杨敬敏大概192，哦，那杰伦跟那个 Hicks 将近都。Garcia 有204公分，而梦想家的两位洋将都198，是身材上是有点落差，对，主要是打法的问题啦，因为梦想家两名洋将是属于锋线球员哦，那 Garcia 跟塞瑟夫基本上就是内线的悍将，那两边的这个防守的压力完全不同，就是梦想家这边防守压力就在禁区，是那这个富邦现在的。用之名真的不多，尤其是上礼拜的泰克老师啊，这礼拜基本上你梦想家第一场啊，他的这个球员的身体状况应该是准备的非常积极的，体能状况也非常饱满。钱肯尼小球再送给泽威，石板俊。哦，救火队上来了，哦，林书伟、蔡文成啊，这两个球员的变身，看看能不能带给富邦勇士好的结果。嗯，德威三分线外再戳一个马里奥，三投二中的三分外线，台湾魔兽。李俊吉飞快的速度 ，Randle Walker 来到场上，下去是钱肯尼，再给阿米，看这波进攻是不是还是由他来发动？德威 Lopez 要来单打赛车朋友。禁区，直接转身，李德威助攻，刚好也是在转换快攻的时候的一个 mismatch， 好先犯规了，对，先犯是接球前的身体碰撞，哦，德威这个球给的精彩啊，哇，德威也有这种突破之后给小球的能力了，对。